近期传销组织非法传销组织传销组织非法传销活动猖獗，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他收了宣传的资料，喊着发财的口号，成群结队的在一起，美其名曰直销。他不管产品卖多少，只要你把入会费来交，不知人头收入才高，把亲戚朋友都去找。啊哈哈，全国各地好多传销。全国各地四处跑，发展下线赚钞票，宣传利用上互联网，大学生都中招。他戴着虚伪的面罩，甜言蜜语宏伟烂图描，一年收入能有不少，再不用打工辛苦去操劳。啊哈哈，进入传销无路可逃。啊传销。招呼为我来爆料，酸奶瓜冻皮鞋袄，猪血羊花柳潮流，怎花柳黄的味道，还有红牛排饮料，成分标注真糟糕，牛奶好比是毒药，黄曲霉素含量高，我吃过有毒物，身体状况也不孬，百毒的胸膛谁能比它的抗体好，不生病哪根也从来不吃药，造假成分真真假假，诱骗坑蒙无数谎，人身体最健康，又有谁会去关照，买到安全食品我也会相视一笑，如果买不到我再去寻找，我知道吃好不重要，健康才重要。我明白毒害的绝不少，三圈四面还睡觉，葡萄球菌被扎到，安全品何处找。